你裤子拉链开了。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，你好，我给你发200红包，你能把这玫瑰给我吗？现场每位嘉宾都会有一支玫瑰花送给心仪的对象，你觉得你能拿几支？一定比你多。这么自信呀？那这样吧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心甘情愿为你鞍前马后，你要是输了，不会输的。比赛正式开始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骑车。摩托吗？好帅哦。给机会骑兜风吧，我摩托车后座第一次坐女生。真的吗？哎，我明天就有空。哎，好啊。不过你不要开太快哦，人家会害怕。是我的错觉吗？你看我的眼神真特别啊。那个，你裤子拉链开了。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，你好，我给你发一200红包，你能把这玫瑰给我吗？资料上显示你的情商高，体贴人，会说话，我怎么感觉有点货不对版啊？你眼神不好吧？哦，误会了，拜拜。哇哇哇，我们主营的是婚恋业务，还有联动的婚恋社交 APP Best Note 正在用户内测呢，就有我的名片。就是这次相亲活动匹配的应用啊？对，没错。欢迎江总有空来公司看看，我们可以聊聊相关合作。好，一定一定。能把你的花给我吗？我看赵总的资料上显示是特别喜欢做家务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不爱做家务，浪费时间。哇，啊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这玫瑰花要送给一世宜家的好女人。我不是。嗯。女人的精致啊，那是从头到脚的，这就意味着呀，光抹面膜那是不够的呀，还需要 cover 到脖子、手指和脚尖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一下我公司的这款口红，它的原料供应商和欧美一线大牌那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我不想再听你叨叨你的产品了，我直接买一套行吗？你能不能说话算话，把这玫瑰给我？姐姐，你好凶哦，人家怕怕。你的资料上不是写着自己特别温柔吗？你骗人！哼。什么东西？口红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赵总，战果如何呀？不是就一根啊？我的。咱们俩最后一轮，8分钟。谁先拿到对方的玫瑰，谁就赢。那我要一直不给你，你不就永远赢不了吗？所以啊，我只想让你赢。这支玫瑰就专门为你留下的。心动，心动。哎，哎，你花儿。